人类的语言中最好的一句话，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阿弥陀佛。有的人一听到就很想笑，学着电视回答说善哉善哉。有的人一听到就很烦恼，说啊，我又还没死，你怎么给念阿弥陀佛呢？他以为阿弥陀佛是人死掉了，师父为人超度才念的，这都是错误的看法。到底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讲阿弥陀这三个字。这三个字是梵语翻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无量。就是什么叫无量？就是很多很多，多到无可限量，包含无量光明。无量光明就是无限的空间中美妙的一切，有包括无量的寿命，也就是无限的时间中一切庄严美妙。还有佛这个字是我们常常听到的，不过也时常把佛和一些鬼神混在一起分不清。其实佛并不是鬼神，他的意思是觉悟者，他已经觉悟宇宙人生一切的道理，而且他的慈悲智慧透过修行都已经开发达到圆满无障碍的地步。不但佛自己觉悟已经达到绝对快乐欢喜的境界，而且他也愿一切众生都和他一样，永远不必受一切痛苦，可以解脱自在。所以佛不断地以慈悲心用智慧来教化众生，救度众生。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包含了无限的意义，无限的祝福，因为它的意义是无量光明寿命，无量慈悲智慧，无量有觉悟，无限的欢喜。您想想看，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哪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好呢？有人认为阿弥陀佛是老太婆才念的，哪有年轻人念这个呢？事实上，阿弥陀佛是真正有研究的人才知道非念不可的。目前台湾的大学生念阿弥陀佛常常比老太婆还虔诚，因为他们研究佛教的道理，了解这一句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么深奥，这么美妙啊。有些人一听到别人跟他说阿弥陀佛，他敢说不好意思了，小声点，让别人听到不好。您想想看，我们这张嘴什么不好的话都敢说，比如现在很流行伤脑筋真头疼，其实您想想，伤脑筋有什么好呢？我们不明白意思就随便跟着人家胡说，也不自己用脑筋想想看，到底什么时候会伤脑筋呢？譬如车祸撞到头受伤就会伤到脑筋，或是高血压中风就伤脑筋，那半身不遂是很悲惨的，有什么好呢？为什么这种不吉利的话大家都挂在嘴上，自己却不知道？反过来说，像阿弥陀佛这么好的话
反而不知道应该时常念时常说，这样是不是颠倒呢？再说人与人见面总是问你好吗，你吃饱了吗，不管是回答好或是不好，不管是回答吃饱还是还没吃饱，都没有多大意思啊。不如我们互相说一句阿弥陀佛，代表彼此之间无限祝福的意思，让我们互相祝福前途光明，祝福消灾延寿，祝福无限吉祥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意义。也可以互相提醒我们要以智慧来办事，提醒我们要彼此慈悲相待，互相勉励要随时觉悟，处处觉悟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自己随时念佛，也就是提醒自己随时面向光明，处处觉悟，不要给世间种种虚幻的假象迷惑了。我们年轻人如果常常念阿弥陀佛，心情就会平静，也可以将我们潜在的智慧开发出来，做事就会顺利，福报和智慧都会增长。在我们病苦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至诚念阿弥陀佛，心就能够和佛解脱自在的智慧相应，也可以感得佛力的加倍。佛力包含了无限治病的能力，含有无量光寿的伟大疗能，佛力加倍下，身体的疾病自然会加速康复。病中真能念佛，心会充满喜悦和慈悲，身体有病心也不痛苦，有病也没有妨碍，甚至比平常人更加明朗活跃，更乐于效法阿弥陀佛奉献生命。假如我们和这世间的因缘已经尽了，寿命该终的时候，能够至心恳切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会来接我们到他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不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。这就是念阿弥陀佛最好最大的作用。在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的佛，他们本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众生，但是他们觉悟了，修行成就了，开发出本有的佛性，就叫做佛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都是佛，阿弥陀佛也是一尊佛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弥陀。这尊佛在他过去世修行的时候曾经发过愿，如果有人曾经听过他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升起对他的信心，欢喜要去他的世界，甚至是临命中才听到，到临命中时肯念十声佛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？祖师告诉我们说，西方代表我们自信的坚定
和清净，因为是阿弥陀佛修行开发出清净的佛性所显现出来的世界，所以叫做西方。为什么叫做极乐？那个世界可以说是宇宙中最美最庄严的世界，在那儿完全没有罪恶和任何的痛苦，只有无限的清净喜乐，所以叫做极乐。阿弥陀佛就像校长，建设出最好的教学设备，安排了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伟大的诸大菩萨做我们的老师同学，陪我们一起游玩，在快乐中我们学习，让我们听听鸟唱歌，风吹树叶的演奏音乐，看着花朵放光，甚至到水里去游泳都可以开悟。和自己的心相应的事情比较容易相信，和自己程度差太多的事比较不容易相信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真实消息，必须要很有福报的人才可以相信，才肯接受阿弥陀佛的邀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。一般人的头脑比较污染，也比较退化了，都只能相信报纸上所写的一些灾难啊、罪恶、恐怖的事，比较缺乏福报能力来相信这种好事，甚至会把这当作是神话。这就好像古人不相信有火箭能够飞到月亮，非洲的土人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国一样。这也不能怪他们不信，因为信是需要智慧的，也是需要相当福报的。哥伦布当时如果没有智慧，相信海的那边一定有陆地的话，他也不会驾驶船去航行，发现美洲。我如果说要送给你一包柳丁，你可能不会怀疑，敢接受。我如果说我美国有间房子、花园、汽车，连司机都没有条件要送给你，你可能会吓一跳，怀疑我不知道有什么企图，你可能会不敢接受，因为你这一生如果不曾对人慷慨，当然会怀疑我的慷慨。我们众生很少有佛那样的慈悲，所以也时常会怀疑佛的慈悲，不敢接受佛的慈悲。极乐世界虽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但是只有善根福报足够的人才敢相信、敢接受。临床当医生，我已经看到一些人，因为他一念相信了，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又肯念佛，在他临终时真的看到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他去极乐世界。这种大好的福报和美妙的西方真的就给他得到了，这真是太便宜又太简单了。这种事在实行上实在不困难，可是要真的相信比较难。有人会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佛不好了，何必平常
时时念呢？您想想，为什么我们平常要念佛？譬如说，一个小孩子，假如从小不写习题，爸爸妈妈、老师说的话也不爱听，闲着就看电视，在外面闲逛，这样怎么能考上大学呢？所以我们平时要随时练习念佛。念佛在念的当下，我们的心就平静，我们的心就光明，可以说马上就进入极乐世界。我们平常健康好好的时候，若不练好功夫，一般人在临命终的时候都非常痛苦。譬如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，人将死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很痛，痛得不休止，又没办法说话，睡不着，吃不下，要不然就是喘不过气来，一口气都喘不上来，要专心念佛就有困难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，是相当困难，必须要相当有愿力的人才可以做到。我们再说十大死亡原因，第一位就是癌病。这种病一般都很痛苦，除非他平时很认真念佛，佛力加倍之下才可以不痛苦。一般没念佛的人都会很痛很难过。您想想看，平常如果被一只蚊子咬到就觉得心烦，没办法安静念佛的人，假如有一天大痛起来，是不是可能静下来念佛呢？也有可能是大出血，吓都吓得发抖了，要安心念佛就有困难。再说高血压，假如中风就昏迷不醒。一般人十个当中，可以说有九个在临命终时都是昏迷不醒，自己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就是意外灾害，临时在车祸、飞机失事、火灾中丧命，这都是在非常恐怖中去世的。您想想，这种恐怖的意外，怎么可能平静地念阿弥陀佛呢？除非您练习到无论什么紧张的情形，第一念都能够念出阿弥陀佛，才有可能在临时意外变故中念出佛来。所以平时念佛就是练习，随时练习提醒自己要有光明慈悲的心。譬如说，我们最好知道，假如是火灾就打119，就会有救火车来救火。但是我们如果完全不知道火灾到底该打什么电话才会有人来救，心中又自己固执这样想，哎呀，管他火灾做什么，那是很不吉利的。或是自己认为不会了，我才不会那么倒霉遭遇火灾呢，因为不喜欢火灾，所以故意不去注意，也不记得是什么号码会有人来救，万一真的遇上就很麻烦了。甚至您的左邻右舍有人遇上，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他。以前在台南，有人在火灾的时候心里一惊慌，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出去，心慌意乱的，拿这样也不对。
拿那样也不对，换来换去，到最后是抱了个尿桶跑出去。这是事实，我们千万不要笑别人。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人临终的情形，从来没有看过一般不念佛的人能够很镇静又舒服，在满脸的微笑中去世的。一般人去世都很痛苦，手忙脚乱，喊抱尿桶逃走，实在是没什么两样的。我只有看过佛教中修行很好，平时很认真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他自己预先不知道时间到了，就很自在，仿佛要回到故乡看风景，要回到故乡看亲戚朋友，那么高兴，很自在地回去了。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就有如119那样的电话号码，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假如事先知道，到时候心里就可以打出阿弥陀佛这个电话号码，一打出去就自然会有佛菩萨派人来解救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快下雨了，出门就要带雨伞，以免被雨淋到，淋得感冒生病。我们如果因为不喜欢下雨，就故意不准备雨伞，一旦下雨只好淋雨了，难过也是自己难过啊。而且并不是说我们一买雨伞马上就会下雨，如果说一买雨伞就下雨，那么派上用场更好，总是比淋雨感冒好。平时如果将雨伞埋起来，就不怕下雨了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在卖伞，这个意思是说念佛也是一样，并不是一买雨伞就下雨，下雨是要看因缘的。也不是说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马上就会来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往极乐世界也是要看因缘的。有人把往生极乐世界当作是死亡的意思，这是很大的误会。其实往生极乐说的明明是往生，是从此过着没有痛苦清净快乐的生活，过着佛菩萨的生活，并不是死亡的意思。这是可以在现生活着的时候就达到的，也可以来生才达到。如果能够一念佛就感应到阿弥陀佛现前，从此就过着极乐的生活，这是最虔诚的上等功夫。一般人虔诚不够，内心放不下的垃圾还很多，所以念佛念不专心，心里好像还有很多事比佛还重要。有人常常担心自己的功夫不知道够不够去极乐世界，其实我们能不能去极乐世界，主要并不是由自己的能力来决定，主要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建立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发了大愿，佛很欢迎所有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去，永远安乐，不必再受苦，直到成佛。
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发这个愿，我们的功夫再好也不可能去。是阿弥陀佛他先主动发愿要救度我们，我们只要相信佛的慈悲心，又愿意接受佛的好意邀请，而且对这世间的种种又放得下，这就是有信又有愿。有信又有愿，即使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也够力量往生。当然，临终的时候能够念十句佛是一定可以去的。所以信心和愿力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去极乐世界的主要因素。就恐怕我们什么不好的事都肯相信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好事不敢相信。就恐怕不实在的凡夫所说的话我们都听得很信，就是佛告诉我们的实在话我们不肯相信。就恐怕你什么痛苦都肯接受，只有极乐世界的快乐你不敢接受，这就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。如果是有福报的人，一听马上就相信接受，一念清净念佛，一念就可以把佛的电话线接通。前面说到，我们最好趁年轻健康的时候把功夫准备好。什么叫做功夫呢？并不是飞天钻地奇奇怪怪的事，是随时可以把心静下来念佛的能力。简单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对佛的信心和要去西方的愿力都不会动摇丢掉，都可以很清楚地打电话给阿弥陀佛。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念得正确清楚，不管发生什么变化，不论心情是怎么样，我们和阿弥陀佛的沟通电话都不会故障，和西方极乐世界都有线路相通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在这世间发生好事或是坏事，我们都一样对佛有信心，一样想往生西方，随时可以集中精神念佛，不受那些好事坏事的影响动摇。即使在这世间发生再好的事，比如升官发财，甚至您的孩子考中了状元，或是你当选了好人好事，被登报赞扬一番，或者您的先生今天买了一颗大钻石，加了一束玫瑰花给你，你还是一样信佛念佛，想要往生西方，不会对这些荣华富贵和暂时的幸福生起贪恋，不会因为一时太高兴就把阿弥陀佛丢在一边，开始得意迷惑。即使这世间的人都误会你，看不起你，甚至毁谤你，你还是一样信佛念佛，想要去西方，不会想去为自己解释，来争取这个世间的肯定。这就是有信愿的功夫。如果还想去解释争取，就表示我们还很在意这个世间的人对我们的了解和肯定，
还认为它很有价值，值得争取，这就是还舍不得，放不下。我们想想，对于这些舍不得又放不下，哪里有可能真的愿意去西方呢？比如你想移民到美国，台湾的亲友也得放下才去得成啊。如果很舍不得这边，怎么去得成？怎么叫愿意去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愿，是不能骗佛的？到底我们的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比如说，今天忽然找不到一样东西，就觉得生气，说不知道是谁拿走我的东西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连一件东西都舍不得，临终的时候哪里有可能放下整个世界去西方呢？真的有愿去西方，对这个世间的人、事、东西一定肯放下、舍得。比如说受人冤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想要去西方，所以这个世间的清白名声对我们实在没什么用处，别人要我们就让给他，因为我们信佛，佛什么都知道，根本不可能冤枉我们，所以我们照常欢喜念佛，没有委屈的感觉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会相信，一念佛就有25大菩萨在旁边保护照顾，而且十方诸佛都会护念我，所以有信心的人不会怕东怕西，也不会烦恼一大堆。比如说今天孩子比较晚回家，就开始担心，想说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坏事，然后就打妄想，想出100种恐怖的状况来吓唬自己，这就是不信佛的人。如果是信佛的人，就不会打妄想，想那种恐怖又没用的事，想那些无聊的烦恼。我们要知道，妄想是会制造出业障的，业障就是由妄想来的。一个信佛的人，他的孩子如果晚一点回来，他就会趁着清静没有人吵的时候去念佛拜佛，自然诸佛护念，会去照顾他的孩子，不但保护平安，而且会引导他们一条光明的路，比自己去担忧唠叨要好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你信的佛菩萨没有能力护念你的孩子，处处要靠你自己去担忧唠叨，这样你所信的佛岂不是比你更没有功能？比你更没有功能的怎么能是佛呢？所以实在讲来，真正相信佛是大慈大悲又有伟大能力的人，他会了解诸佛护念比自己唠叨要好，他就会运用念佛请诸佛护念，代替自己去唠唠叨叨，代替自己担忧，这就是有信佛的人。真有信佛，自然你就念佛念得下去，念得安心，不会一面念一面又偷偷烦恼。所谓安心，就是有放下忧愁烦恼的能力才能安心。要念出阿弥陀佛并不是很困难，
三岁孩子也会念。问题是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能安心坚持念下去。有的人他很爱坚持烦恼，如果劝他不用烦恼，他就要说，这种事不烦恼怎么行呢？好像世界上如果没有他在那里负责烦恼，全世界都会活不下去一样。到底他烦恼了一辈子，是解决了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爱烦恼的人自然有很多事让他烦恼，别人不烦恼的他也爱烦恼。爱生气的人自然有很多事让他生气，别人不生气的他也生气。爱嫉妒的人常常都会比别人差，才有人可嫉妒啊。这都是很舍不得烦恼，把烦恼抱得紧紧的。舍不得烦恼，哪里有空出来的手可以牵阿弥陀佛呢？要牵上佛的手，先要把手上的烦恼丢掉。能牵到阿弥陀佛的手，就什么都有了，什么也不需要带，什么也不需要抱住。不只说你家那些垃圾破铜烂铁不需要抱得紧紧的，就是金银财宝也不用抱啊。有信愿的人会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念佛，没有信愿的人念佛念了一辈子也是负担沉重，心里都是忧愁。有人想说，念佛一定要念很久，功夫才会够用，或是想说，念佛资历长的人，功夫一定比较好，这是不一定的，因为念佛是看我们当下这一念的用心，并不是看年资、看履历表。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了解，比如用手打一块木板，有人是轻轻地打，散散慢慢地打，这样就是每天打100下，连续打一年都不可能把木板打断。但是如果有人心很集中又很有力地去打，只要伸手打一下，马上就可以把木板打断掉。念佛就像这样，是看你用心是不是集中，是不是虔诚，并不是看你资历加起来总共多久。如果您念了100年，常常是嘴里念佛，心里想别的事，想着锅子里煮红豆汤不知道会不会烧焦啊，想着孩子要补习不知道要给他吃什么，常常阿弥陀佛都不如你那锅红豆汤重要，也不如您孩子的琐事重要。像这样用心念100年，可能都没有念到一句相应的佛。有的人一面念佛又一面想着，那个人今天骂我阿姨出风头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像这样挂念着人我是非来念佛，念1000年也不相应。弘一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他说好像是一只秤的两头，一头如果放得比较重，另外一头就比较轻，会翘起来。我们如果把这个世间的杂事称得很重，当然阿弥陀佛那边就相对变轻，翘起来。如果把阿弥陀佛称得重，世间的杂事自然就轻了。
这叫如衬两头，低昂实等。所以并不一定念佛的年资越老越好，因为人有时候会老油条，念久了反而不专心，甚至还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修行了，反而生起骄傲轻慢的心，不但没有功夫去降服本来的烦恼，又加重了骄傲的烦恼和面子的挂碍。如果我可以活到80岁，说起来好像还可以练功夫练很久，似乎比较安全，其实不见得。因为夜长梦多，世事多变，也不一定会比较好。如果有人宣判我们只能再活一年，表示我们只剩下一年的生命好准备，这样也很好，因为短跑比长跑好跑。人只要肯集中心力的话，只要一个念头就可以集中起来，不必担心时间不够用，功夫不够好。因为只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，愿意去极乐世界，这个信愿坚持到临终都不动摇，即使念十念或是只念一念的阿弥陀佛，都可以往生西方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。如果能把时间真正用在念佛，一念乃至十念的虔诚，就足够转变我们的命运。念佛是靠我们的信心和愿力，心清清静静的念，是要把心真正放在佛上面。如果明天我和这个世间因缘就尽了，更加不能浪费时间去悲哀烦恼。我今天必须好好欢喜活一天，尽最大的心力念佛，把阿弥陀佛电话号码打通，就可以去极乐世界。我们如果可以自在欢喜地去西方，就可以安慰每一个在生死关头恐怖的众生，让他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，不必怕死。有的人念佛念了很久，但是并没有得到信心和欢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眼光没有注意在佛，都是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妄想上面。如果一旦发现自己有妄想，就又开始烦恼，我念佛功夫这么差，不知道会不会往生呢？其实这样的心都是在念担忧和念怀疑，根本没有把重点放在佛上面，这样就是错用了决心。要记得，信和愿才是决定往生的因素。心里如果还有怀疑、担忧，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。比如说，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一个人，把事情委托他办，是不是一交出去，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呢？如果我们委托一个人办事，交代了他还很不放心，就表示我们并没有信任他。信佛也是一样，有信心就不烦恼，有信心就不怀疑。我们如果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，真正肯去西方，佛是一定会知道
会来迎接我们，这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你难道怀疑说佛会耳聋，没有听见您在念他吗？或是担心到时候佛不知道会不会打瞌睡，忘记来接你？或是怀疑佛不知道会不会呆呆的，不知道你有发愿要去西方？阿弥陀佛神通广大，哪有那么差，那么不值得信任呢？哪需要你经常在那儿烦恼怀疑呢？又有人经常在担忧，我业障那么重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。我们要了解，一块石头如果放在水里，不管是多小的石头都会沉下去。但是如果把石头放在大船上，不管是多大的石头都可以扶着过海。我们凡夫的业障确实是很重，就像石头，如果要靠自己，大部分都会沉下去。但是如果坐到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，就可以安全地浮过生死大海，这样才不会枉费这一生。我们由前世到今生，必定欠了众生很多的债务。债务包括了我们上生吃肉，欠众生很多的命债，还有欠人钱财的债务和人情债。这些债务我们可能要还好几辈子也还不完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有很大的能力和大慈悲，就好像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大富翁，爸爸肯出面替我们还所有的债，什么债都可以还，什么债都可以解决。只要我们很信任地低头打一通电话给他就好了，爸爸就会来处理一切，又把我们接回故乡。佛是随众生心，佛所知量。你如果可以了解佛有伟大的力量，又完全信任他，佛也可以完全承担，完全加倍。但是如果您认为佛没有办法，没办法承担，必须要你自己去还债才有办法，这样佛要加倍你也加倍不上，只有顺着你，让你自己去还债喽。佛是我们大慈悲的爸爸，他不怕我们要求任何合理的事，就唯恐你不相信他，或者是在外面为非作歹流浪惯了，不敢回头去找他，不敢低头向他求助。有人说念阿弥陀佛没有效，他肚子痛的时候念佛也一样痛。为什么他念佛会没有效呢？因为他肚子痛的时候念佛，根本就没有把心放在阿弥陀佛，都在挂碍他的肚子，并没有专心放在佛。就好比我们看电视，如果要看台视，一定要对台视的号码频率，如果号码不对，或者一下子跳这个台一下子跳那个台，这样画面就乱七八糟看不清楚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念佛也一样，念佛
必须要全身全心都放松，专注在一句阿弥陀佛。如果身体还有紧绷僵硬，就表示心还挂在身体上很多地方没有放下，没有专注在佛。这样不专注，注意的焦点很多，当然就不容易相应。就好比电视的号码跳来跳去，就见不到效果。说起来道理是很容易了解，事实上要控制自己的心，随时静下来，安定下来，集中在念佛，就是需要耐心来练习才可以做到的。您如果不相信，现在就可以试试看。您现在就来念十句的阿弥陀佛。如果您念十句都没有起杂念，这样就稍微有基础。如果您念一两声就想说，冰箱的豆包快坏掉了，不煮一下不行哎。想起我那件漂亮的衣服被虫咬了一个洞，好可惜哦。一下想东，一下子想西，都在挂碍娑婆世界一些破铜烂铁没什么价值的事。这样就表示我们的心给很多东西绑得很紧，不能做自己的主人，连自己的心都没办法控制，我们的生命就同样没有把握。自己没有把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，也不知道走了要去哪里，这样才是真正不吉利，这样就会恐怖。如果我们平常练习把闲东闲西说长道短的时间省下来，把烦恼东挂碍西的力量省下来，念阿弥陀佛，练习随时可以把心集中起来念阿弥陀佛，练习转变我们本来的妄想执着，练习不受外围环境的干扰，可以做自己的主人，自己做得了主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不管是生或死，都可以很自在。我们还可以体会，一个孩子如果真正思念妈妈，他就会时常把妈妈放在心里。比如放了学，同学要邀他去看电影，他就会想到妈妈在家里等我回去吃晚饭。如果有人请他吃好东西，他首先就会想到要给妈妈先吃。早上睡醒，眼睛一张开，就会想起妈妈。如果有不良少年邀他打架，他也会想起妈妈叫我不要和人家打架。如果有人欺负他，他也会想到妈妈叫我凡事要忍耐。受了委屈也会想起妈妈，这就是真正想念妈妈。这种思念不管是想起妈妈的名字，或者是妈妈的面容、声音、妈妈的教导等等，这都是真正的思念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有另外一个孩子需要人家给他规定，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开始叫妈妈，叫一个钟头，他就开始叫妈妈妈妈妈妈，一直叫，叫了一个钟头以后，跑出去玩
就把妈妈完全忘掉了。有好吃的，自己吃光了，也不会想到妈妈。自己去看电影，去玩，玩的都忘掉妈妈在家等她吃饭。跟人家打架打得受伤，让妈妈很担忧，她也不在乎。我相信您绝对不会认为这种孩子是真的思念妈妈。我们念佛的道理也差不多，大家很聪明，自己去体会。有人念佛只是在佛堂里面做功课念，好像孩子被人家规定在房间里叫妈妈一样，他一出了佛堂就完全把佛忘记了，照着自己本来的习气烦恼去过生活。就好像孩子跑出去玩就完全忘记了妈妈。您想这是不是真心念佛呢？有一位念佛的太太，她的先生故意去信基督教。为什么呢？那位先生告诉我说，他太太做功课念佛一出来，看大家相处，一点佛的精神也没有，样样小事都要计较，常常生气找麻烦，所以他的先生故意不要信佛教。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。有一种人，他虽然有因缘去道场跟着大众念佛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没有把用心的重点集中在佛，反而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念佛的声音，嫌声音太高太低，嫌快又嫌慢，嫌这个人声音怪，嫌那个人声音不好听。可以说他只有听到声音来升起分别心，生烦恼，并没有听到佛的万德洪名来升起清净心、恭敬心。本来听闻佛的名号功德是很大的，但是他只有听到声音生烦恼，没有用心来听闻佛号来，所以等于没有得到闻佛名号的一切功德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其实妈妈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声音难听，真正念佛，不管声音是好是坏，佛都会知道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如果我们养成听人家念佛没有生恭敬心的习惯，恐怕到临命中的时候，人家来助念，我们听了也会心生烦恼，不能够恭敬一心的念佛，那么就会造成障碍。这是自己生烦恼，没有用真心来念佛，这可不能怪佛没有来接引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养成习惯，一听到人家念佛，就马上升起恭敬的心，也欢喜念佛，这样才能够安全。经典上说，极乐国民听到百千种的音乐同时演奏，也自然会升起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心。何况我们在这里听闻到念佛的声音，怎么不升起念佛的心呢？怎么反而生烦恼呢？有人问我念佛要怎么念，我念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夫，
但是有一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念佛的时候，全身都要放轻松，每一个关节都要放得很柔软，不需要紧张。因为念佛也不是参加拳击比赛，根本不必紧张用力。我们时常说，往生西方的人有瑞相，是全身柔软的。我们必须了解，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经常都紧张的全身硬邦邦，个性很倔强，很难沟通，这样的人死掉了以后要柔软有瑞相似乎不太可能。瑞相是活着念佛就要有的。经典上说，接受到佛光照处的人一定会身心柔软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都柔软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我们的内心如果紧张有压力，有很多的要求和执着，身体一定就有一些肌肉马上会紧绷起来，关节也会僵硬。这种身心都硬邦邦的状态，念佛很不容易相应。念佛的心要像云彩，像虚空。我们知道云和冰块都一样的是由水变成的，但是它们柔软自在的程度不一样。冰块是又硬又冷又很定型，一块一块格格不入，会相碰会碎掉。云就很柔软，可以遍满虚空自由发展。念佛的心也一样，如果身心像冰块很硬，一块一块就不流通，和佛就格格不入。如果是像云彩，行在青天，到处流通，就容易和无量光明、无量寿相应。再说，念佛的时候，念一个阿字，就全部的心力集中在一个阿字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身心世界都等于消失掉了，只剩下一个字阿。念弥的时候也一样，全部的心力集中在一个字，念每一个字都只专心注意那个字，其他什么都消失掉，都空掉。这是最轻松简单又愉快的事，也是最好的休息和充电。能够这样念一阵，您就可以体会在佛的名号里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谢脱光。当我们念佛名阿字的时候，下巴要放轻松，发这个声音，自然会把我们所有的痛苦、烦恼、郁闷都吐得光光的，解脱掉，把所有的烦恼都放下。我们如果能把烦恼放下，解脱得光光的，就会放出解脱光，和佛相应。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欢喜光佛。
当我们念佛名弥的时候，就好像从心里笑出来，嘴也和佛一样的在笑，笑得像含苞待放的花朵，笑出我们佛性的欢喜。越念会越清净欢喜。念佛的名号，每一个字都有拔苦与乐的功能，就看我们是不是很用心，一个字一个字清楚恭敬地去念。老实念佛的人，就会念出佛的智慧光、安稳光，念出佛的无量光明。这不是赶功课随便念念的人可以体会的。偶像大师开示我们说，念佛就是把佛的功德完全变成自己的功德，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。很多人都曾经听过这个开示，但是很少人真正能这样相信体会。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非常大的。但是当我们念佛的时候，那些功德竟然完全送给我们，变成我们的。这种事似乎太好了，好得令人不敢相信承担。《法华经》里讲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孩子从小和爸爸失散了，失散了50年，他流浪天涯，又穷又没有志气。有一天他流浪到爸爸大富翁的门口，他的爸爸在房子里一看就认出门口是自己的孩子。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流浪贫穷惯了，在门口看看富翁的家那么气派豪华，根本就不敢进去，就想逃走。爸爸派人把他找回来，要让他继承财产。他还以为来的人要找他麻烦，对他不利，吓一跳就昏倒在地上。其实这个孩子只要肯接受肯承担，马上就可以继承爸爸所有的家业。我们念佛也一样，如果了解道理，敢当下承担接受的人，每一声佛号中都接受佛所有的功德。这就好比农夫种水果有非常辛苦的过程，所种出来的水果我们只要接受开口吃下去，就会得到所有的营养。所有过程中的日月精华、风霜雨露都包含在这个水果里面，肯吃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切。佛就好比是农夫，他所有修行的功德就浓缩在他的名号里，就好我们成熟的果实一样。我们只要念他的名号，等于吃的果实，就可以得到佛所有修行的成果。肯把辛苦修行一切的成果免费送给我们，这就是佛不可思议的大慈悲。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曾对人慈悲，一定很难以相信佛竟然会这么慈悲，无条件对我们这么好。所以在生活中，越可以无条件慈悲奉献的人，表面上好像很吃亏，但是其实
他占了很大的便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越能够慈悲奉献的人，就越可以体会佛的心，越能体会佛的慈悲心，相信的程度就会越高，信得越深，由信所产生的力量就会越大。我们一再强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并不是死了以后才去，是活的时候当下就可以去。极乐世界就是没有痛苦、清净快乐的世界，是阿弥陀佛慈悲光明的世界。它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中间并没有围墙隔起来，中间也没有界限。极乐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同一个电视荧幕中不同频率的节目，荧幕虽然是同一个，但是节目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心念的频道不一样，所以画面和风景就完全改变。同样活在这个空间，有人生活得很黑暗，很烦恼，有人念佛念得很清净，很快乐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、生活世界。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活得很烦恼、很黑暗，忽然要在他死的时候，要跳到一个快乐的世界，这当然比较困难。我们只是说比较困难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。一个人如果忽然间觉悟了，肯换节目，赶紧把电视号码改变，当然是有可能。号码一改，画面也随之改变。但是一个人要在临终的时候才忽然间觉悟，又要有力量去转变电视号码，这机会是比较少的，可以说很少人能够有这种机缘。最好我们大家由今天现在开始就调整我们的频率，让它出现极乐世界清净美妙的画面，马上让自己活在阿弥陀佛快乐的世界，用念佛来安住我们的心，享受清净光明。现在就牵上阿弥陀佛的手，当然就不必再担忧生死的问题。现在欢喜，临终那天更加欢喜。